族群与宗教和谐圈成立新的协调理事会，更好地推动本地种族与宗教社群之间的合作。理事会将通过举办座谈会、参观文化遗址等活动，协助93个族群与宗教和谐圈互相学习，在全球社会与身份分裂问题日趋严重的情况下，促进彼此之间的沟通与了解。Continually update our laws, our policies, and our programs to safeguard and to grow our common space in the context of this new environment.和谐圈目前共有1700名年龄介于18到91岁的会员，他们将有机会参与培训，提升调解、危机处理等应对能力。